哎，大家好，我是老白，花钱的坑我来踩，做测评只做真实的测评。咱们这期说的就是那个床单的固定器和那个沙发架那个固定器，看它固定的结实不结实。就像那个商家说的那么好吗？先看商家是如何说的，先看商家秀吧。您应该没洗过这样的被子固定器吧？软胶材质，操作非常简单，把准备好的这个针插到被子当中，放上扣子，轻轻一按就固定好了，既牢固又安全，家中的床单、沙发垫的都能用。好啦，商家秀也基本上看完了，东西我也买回来了。这个东西就这么一塑料包，看里面都有啥东西。这里边一个小的，它估计薄一点那个东西的。看这个小的，它就是这边这个拿这个固定的，就这么，这是个小的。这个是个大的，哟。这个是个大的，看见吗？这高一点，这个它估计嘞厚一点的东西。这个薄一点，它估计是两面那个件儿，上下件儿，看见吗？两面上下件儿，还有这个固定器，这个跟那个针一样，看见吗？我怎么感觉它这个针有点短？我先给大家做个测试，也希望大家能给我给个免费的小红心，在这谢谢了。也没啥沙发垫儿，我就拿这个当个那个啥沙发垫儿。这床单呀、褥子啊，咱先给它做个实验试一下。把这个沙发垫儿，咱就刚才说这个当沙发垫，咱先试一下。找个大一点，我已经宽好了，我估计它这个啥，这个针有点短，我估计它这个穿这个估计是穿不透的。咱先试一下，反正我感觉它这个有点费力。它这个啥呀？这个我都紧在这上面了，看见吗？它这个东西就根本就说白了，把这个眼儿它就穿不透，它这个太费力了，看见吗？没用，知不知？这个东西没用，这像厚的，它这个东西就不行，这个厚的。穿到这把来，你看，紧到这儿，也没不起啥作用，反正紧住这把就穿不透这把来。我这个啥，这个就不起作用。咱试一下这个被子看咋样，找个薄一点的吧，找个短一点吧。就他们给我带这个短的，我试一下就。看这个被子先试一下，看这个被子咋样。这个我估计好穿吧。对，穿这个被子跟刚才那个也一样，他就把针穿过去了，线跑到哪去了？就像这个，这上面这个东西在跑哪去了？都找不见了，你看见吗？都没了，看见吗？你看他这个针尖穿过去了，看这个东西不见了，这个线不见了，这也基本上这个也看到了，反正他穿这个厚的，他这个针头有点短。它这个线也有短，也线有点短，也是基本上那个啥线也穿不过去，也穿不过去。第三个它这个线，这个线还有点细，不怎么结实。就这么三个原因，反正它这东西反正不行，没有像那个啥商家说的那么好。这个东西我建议说是不推荐，也希望说白了，也希望大家能多关注我，多看我的视频。好啦，再见。